Hello， 教练，叶爸，来，今天我们就不啰嗦，直接加公仔台，然后一样，今天应该是会那个跟大家互动的游戏。好，现在聊天室呢，准备起来，我们现在来先跟大家讲一下规则。由于本活动举行第一次时有些混乱，因此这里将补充说明一些事项，敬请各位好好观看。今天我们先夹了一盒哦，然后他夹七有送两盒长盒的哦，所以我的目标是夹七啊，我已经夹一，所以剩六盒啊。那观众看一下这个台面，现在聊天室开始留言哦，我们夹六盒会花多少钱哦？开始留言，然后呢，猜到的我们送他一个小奖品。对，好，那规则很简单，就跟之前一样，就是先猜到金额的呢，就是金额一样的，我们会送他可能。不一定是什么东西，就是一个小奖品。那如果有一样的金额的，我们会取先猜到的，就这样的。我们再等各位十秒钟的时间，现在紧张刺激了哈。一般你猜会多少？花多少钱？六盒，不含这一盒，2000块。你觉得2000块会加六盒？1980，1980，谁输嘞？谁输嘞？2500，2500。好 ，OK。那我们聊天室终结，截止。好，现在开始公开结果。来看一下聊天是哪一个人比较了解我策略，可以从右边偷偷挤过来，已经没得挤了。你没看到已经很挤了吗？因为我夹第一盒，第一盒就要出了，就会出。谁跟你分心？我超专心的，我今天是专心默的。啊呀！哇！被他巴掌打回去。哇！所以我刚才不用抽了，就直接这个。现在呢，只能安静的等赛马结果出炉。那看赛马有没有 ？KP 就是一只赛马正在跑。对，正在跑，我正在跑。一只赛。一只赛马，什么一只赛？很赛的马。这可以打二楼。对啊，我在想要不要打二楼。好，来了。但是这个二楼有点陡啊。哎呀，舒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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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推倒舒服。好，漂亮漂亮漂亮，漂亮。没有。我靠，还快捏到他了。Yes， 好，打五盒，暴力公仔。这个二楼要再爬上去的话，要一点运气。这个罗宾可以试试看，看他愿不愿意上去。啊！我的二楼，推到了。我的二楼，这个人也像做事是谨慎的。我每夹一个，我觉得全部都要补钱，我才会动下一个。夹法应该是台主的最爱吧。嗯，你每次推他就补了两次币。哎，我这推很重要哎，关键哎，你只要一失败，你这个没有推，你就直接全部毁灭。哎呀！哇，怎么这样？哎，这个人下来，先把它弄起来，他会不会打短短这样？没关系，等到他就直接出货。先打前面那个。等一下，翻翻。哇，掉进去了。哇！两败俱伤。两个直接，两个毁灭。赔了夫人又折米。折兵。折兵了。不要这样，那个 YouTube 的果然都不好。我们再重新把我们的一楼拉回来。哎呦，直接拖。看起来不给翻哎，看起来会转掉。对啊，应该不给翻。哇，那个。哎呦。哎，你二楼不够啊。对啊，哎呀死。
啊！哇，又是这样子，他又要拼，又要我拼了。哎呀，太厚了！下面包子，我加香菇丝。上颚，又是一样的位置。这个袋子可能比较滑，可能比较好勾出来。对，他的屁股比较萎缩的。啊，哭啊！看你们直接让他拼一个。有了，750，好，多爽，要试一下 ，OK， 我加一次会更好，会越来越高，没问题，马上来，哦，有一个位置，一个，有一种狗叫做拉布拉多狗，你现在做的是拉布拉的出来功的，受不了了。没问题，好， yeah. 来吧，这个比较轻，真的要小心点。哦，大便必丢，大便必丢。大力改变。哎呦，哎，他那个脚听到改变就兴奋了。嗯，他呢？兴奋什么？那是燕爸在兴奋吧？哦，哎呦，史上最近挡板的一次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有机会给他抄起来一下，然后就过挡板。哦，不能夹到 C 而已，是一个角胶。吸到了？哦，没有。那有压力，你这一群。哎呀，哎呀。120压力使人成长，也会使人崩溃。又一盒出来了，四盒了，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一半了。没想到在三盒我们就要结束，这样大哥来不及拉。没错，又到了我们的至理名言，叫做“国破三盒在，三盒夜市”。反正就是三盒就对了了。罗宾一定要走二楼，等有二楼的机会再说了。二楼。二楼，那太远了啦！呀，哇，会丢，你那么重都可以丢得动。我已经全包了，他还是给我那边。脱，哇，这样子回去的吗？吸的好厉害，哦，这个油可以。哦，二楼。一次进洞。很圆的。它那个导手会不会喷呢？没有用啊，那个我就要把这个拉出来，你才用得到那个二楼。天车坏掉了。破坏。这样会不会很好？没有没有，这样坏掉了。啊！哎，马达跑掉了！哎，马达跑掉了！马达，马达跑掉了！哇塞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好，继续，又恢复战场了。哥！哎，有，可以，我们可以。那就白费了，功亏一篑。但是他的脚板也要低，对啊，还不要开心的太早，各位。起来！哇！啊，没有掉了！我刚刚那么努力老半天，现在是坐位置时间了。坐位置总是这么的无聊。坐月子？不是坐月子，我刚刚也想到坐月子，怎么念起来像坐月子？搞得好像奇怪，我一下。我一下生小孩，一下坐月子。我今天是来到加拉瓦的产那个地，对吗？对。
看起来已经五个月了。我的肚子看起来已经五个月了。啊，不出了，验爸验爸六个月。看一下，好了吗？好了。1480。OK。记账。我现在就是关键了，我现在有点紧张，我现在有点紧张。我挡成这样子，来吧。伸个懒腰，来。变成一个狗公腰吗？来，哇，差一点，哇，你也你也太猛了，有感觉哦，变有感觉喽，嘿，啊，果然变有感觉了。燕不能这样吧，燕。把运气都用掉了。猪头啊！先打前面。有、哎。啊，差一点。因为我三爪捏到了。有。哇，太右边了，我就知道，真的太右边了。哇。对啊。哇，又过去！哇，那我做的全没了。哇，它都飞过去了。哇，那我能重来了。现在有点空间的意思。对啊，但现在太远了。它现在又不过来。现在在这么远，一定要过来。没有了。这样子了啊，我就来试试看。下一盒才是最头痛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冲！哎哎哎，过来一点。偷错地方。哇！天佑真的会这样。这右边罗宾这个应该要站着挡才对，他躺着挡不住。啊，他太轻了，他站着估计。等下加起来就乱飞。对，估计他站着会直接被推倒。嗯。就像一个女孩子直接被推倒的那样子的感觉。这是什么性别歧视？讲的好像男的不会被推倒一样。就像一个男的直接被推倒那样。完了，干不掉吗？站着。然后站在右边。右边。荆棘自保。刚多少？估计是250、370啊，260到300左右吧。你要一个数字啊。260好了。即将揭晓结果，我们请睡猪家总用你的速度能力，把六合成绩加给大家看。3560。好，那各位有没有猜对呢？我们会准备一个礼物给猜最接近的人。可是上面还有夹送哎。对，我们还有两个夹送。两个挤压器送，大家不要忘记了，我们就是为了这两个而来的。那我们就直接拿一开始我直接夹好的这个气溶之功的给大家哦。那我们就在下面按赞订阅出给大家。那我们每周二四的出片，燕爸礼拜五出片，睡猪礼拜六出片。对，帮我们支持一下，长广告呢看个30秒，短广告看完，谢谢各位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